目前嘉义县透过政府的辅导和补助，成功将过去传统的戏院变成现在科技戏院，透过智慧和智能设备运用进行管理，每公顷电钱每个月会当减少大约5000元左右。而所放用的黄金箱玉成率更是对原本的60-70%提悬到90%以上。对此，嘉义县议员参选人洪聪贤的指示，未来如果伊当选议员，一定会全力争取到智能农业业的设备补助。好多居民会当简单的进行管理，人慢慢一直个就地的气温。嘉义县议员参选人洪聪贤表示，智慧养殖好处多，过去渔民拢靠经验判断水势、判断错误，致使鱼虾死亡损失。智慧科技提前一礼拜提醒水质变化，提早应应，避免风险，提悬鱼虾高存活率，有效降低成本1-2%。每个月每公顷电费大约减少5000元，有经济时间陪处理的人。即届从人过来参选咱嘉义县议员吼。最主要是本着较早过去服务乡亲的迄个心态吼，继续来拍拼，替地方争取到搁较侪建设和福利吼。尤其最近咱的天气安尼无稳定的时阵，咱遮的养殖业者吼，水质的变化，也是水底内底鱼仔的迄个变化吼，大概咱即马用咱传统的养殖方式，拢看较袂出来吼。啊，即马从因呐有机会通做议员。希望讲替咱这些用心的业者吼，用心的这些少年呢，争取到更加多咱这个智慧养殖吼，像咱窟仔内底，咱这个迄、那个造氧机吼，这个物件都会当予咱加足省电的吼，啊，咱水底放一挂迄个感应器，嘛会当予一挂迄个水质、水底的变化吼，予咱这些业者，予咱这些少年呢，倒来饲鱼这些人吼，拢会当透过到科技。来发现讲，咱的鱼啊是毋是有啥问题？咱的窟仔有啥物变化？互咱遮的迄个饲鱼啊的遮的好朋友，拢会当搁较顺利，啊搁较方便来观察咱鱼窟的变化。利用一场建置水质监测设备、微气象站、智慧电箱、监控摄影、震惊室等等，借由大数据、人工智慧、物联网技术，透过震惊室或者是手机啊，就会当掌握水质以及微气候监测的监控以及警告。联动智慧电箱自动控制水车、抽水马达以及导料机。议员参选人洪聪贤表示，当选议员了后，必定会全力争取智能设备补助。经费，让农渔民会当真简单地进行管理，唔免久伫个气温，会当有经济时间陪处理的人，是另外一大收获。新新闻中来信，记者向彩虹报道。晨光洒落，晨风拂过嘉义的每个角落，随风摇曳的树影下。享受慵懒日光，让长者多一处活络感情，增进身体健康的好所在。让学子挥洒青春，热血激昂展现振奋人心的力量。从大自然的观察，丰厚科学与人文相融的教学涵养。盼望所有的嘉义英爱都能健康茁壮，打造全民共融的无障碍空间，深入城乡，带旅人走进嘉义的每一处。银海，小船穿梭扑来潮间鲜美；面山。职人精神袭来日晒背乡，持续革新的生产技术与多元通路，产业强劲拼出经济，更创造青年崭新舞台，让嘉义人返航，更吸引观光人潮汇聚。嘉义味人情，嘉义味风雅，嘉义味热情，嘉义味甜事。装进满意的耐人寻味，幸福的滋味就是嘉义味。